老婆，今儿又炖了。是我怎么天天炖呢？除了胖点儿，就剩炖了。啊？上上呗，我也管不了去。这个就是他的爱好。你说，你说我这，我说这让他低调点，他也不行啊。一般爸爸是低调的人。我儿子想你了，那意思。上午老爸陪他玩会儿，他那意思下午让你老妈陪他玩会儿。我都陪他半天了。是吗？半天。那就让你妈出去溜达会儿吧，行吗？放放风。我就不能玩会儿吗？谁说不让你玩会儿？冲你儿子说呀，你冲我管什么用？我就不能玩会儿吗？老想给我告状，这还没娶媳妇呢，这以后娶媳妇还有这家，我还要当不了家了呢。你能不能行啊？那我们可以谈一下条件，那我可以带上你。刚要同意，已经带跑偏了，就不让他去。一会儿你拽着他腿，跟那要饭的似的，拉着他腿不让他走。那行行，没活吗？来啊！心情愉快啊！那什么，拿上个水，省得到别人家，然后那个没有你适合的杯子呀什么的，是吧？嗯，那天我就渴了。对呀、啊，拿着水，别上火。踏踏实实的啊，好好玩，不要想我哦，拜拜。回去吧，别送了。行，好嘞，回来啊，有时间来啊。